个轮回中见证过你的死亡。你比上一个你聪明了万分之一。我看到了你的挣扎，虽然它在更伟大的尺度下毫无意义。魔力不，让我们把一切倒退回起点。让我们把一切倒退回起点。嗨，大家好，今天又来到流派介绍的环节啦。那这一次流派我玩的是猫女艾瑞卡的幽刃英灵，又是一个新技能，因为我是实在不太想去玩一些太多人在玩的技能啦，不然我原本想要玩暴走巨刃的，但现在暴走巨刃已经满大街了啦。但是不否认说暴走巨刃是真的蛮强的啦，导致大家都在玩，那我是希望下一季就砍一砍吧，不然大家都去玩暴走巨刃还蛮无聊的。那今天这边要先说一下，这个流派有很多的地方我是参考巴哈一篇文的介绍，真的有兴趣的话可以去读一下他的文章齁。那这一篇文章巴哈的作者是叫 6CM， 然后他在游戏内的ID 叫做图腾猫啦，不过目前他说他是退坑状态了啦。好的，那现在就先来说一下这个流派的主要建构，但是首先你要先分清楚自己是哪一类型的玩家哦。如果你是说想要玩一个低投入就有不错表现的玩家，那我建议你是玩低配版就好了，因为高配版比较复杂，低配版比较简单直接，主要是低配版只要买两个传奇装备，其他的话靠自己一些简单的通货制作，这样的伤害差不多就可以打到将近10亿左右。氪7已经是随便打了啦，氪8的话则是你罗盘不能差太多，不然会变得很刮痧。那另外一种就是你身上有一点出火，你也不在乎说 CP 值高不高，你就是想要玩一些比较不一样的 build， 那你就来玩高配版本，因为高配版本的细节比较多，投入的花费也蛮多的，但是伤害跟生存总体表现的话，相对其他流派就没有特别的优秀啦。话要先说在前头啦，免得又有一些黑特来说，酸一下说啊，你同样的火我拿来玩什么玩什么，伤害可以多少多少啦。啊，我也是醉了啦，不想再回答这种问题了。好的，那我们就先来说一下低配版是怎么运作的。我们先来说一下低配版是怎么运作的，主要就是靠着两件传奇装，第一件是这个爪子长夜之石，这个爪子给了你大量的腐蚀点伤，还有攻速，还有暴击值。那另外一件主要的传奇装是这件这个誓言之巢，那主要是给了你一些连续攻击的标签。我们这个流派要运作，如果有连续攻击伤害递增，或者是连续攻击的几率，或者加暴击值这些的，都对我们这个流派的伤害加成是蛮大的提升，所以只要有这一些连续攻击什么的，你都尽量要拿哦，对伤害很有帮助。拿了这两件装备，其他的就没有什么重要的，你去补抗性补什么都可以哦，主要就是靠爪子跟衣服，你就可以玩这个流派了。其他的看你个人，你要去补抗补伤害都可以，但是就是抗一定要满啊，这是算最基本的。副手你要拿盾，你要去拿一些其他的爪子，随便你，但是主要核心只有这两件，非常弹性。那么英雄特性的话，我们是选用12222，遗物持坠的话，主要你是拿连续攻击伤害递增，或者是增加追忆的效果，或者是每几层追猎攻速会提高，这样子，这几条都可以选呐、啊。追忆的部分的话，就是放一颗猫咪的彻夜游猎，其他两个的话，你就选跑速哦、连续攻击伤害递增，或者是暴击值、暴伤都可以哦、拿跑速是因为我们的
特性拿跑速等于拿伤害，所以说拿跑速对猫女来说是非常划算的一项属性。技能的使用上，我们就是使用两组幽刃阴灵，那你串腐蚀点伤、腐蚀穿透、暴击伤害或者是连续攻击，然后钝化。其中一个，如果你想要刷图刷的比较顺的话，不会漏怪，你就把它换成散射或者是高阶散射。其他技能一个放迷踪步，一个放怒火狂飙，那再来一个是放补血技能。那这样子你会发现说，我们是没有位移技能的，所以那一种会把你关起来的怪就比较讨厌一点。而且我们这样子就不能矿地型刷图了。不放位移技能是因为迷踪步给我们的伤害还有速度蛮重要的哈，你可以自己取舍啦。如果你是刷客气的话，你还是可以放位移技能啦。被动技能的话，我们就放腐蚀征服、精密投射跟召唤雷霆之灵，然后其他的一些亢奋技能，像是聚焦啊、怒火狂飙，你也可以放来这边啦。然后诅咒也是放在这边。石板的话选择就比较多，我就慢慢讲一下。主要这一块大的神之谱系，你重点的核心天赋就是拿势如破竹，或者是你拿扭曲信仰，还有一条是行色匆匆也可以。那比较重要的词是像这一种少尉哦，有少尉技能的什么额外伤害啊、少尉暴击值啊，这些都蛮强的，可以的话就是尽量拿。还有连续攻击的那些词缀，像这一种连续攻击伤害递增的这个词缀也蛮强的，如果你可以拿的话也是尽量拿。那天赋很单纯，前两点就是机械之神跟机械师，那都是拿哨兵过度改装，机械师是拿预热跟同频共振。如果是第三点的话，我比较建议你拿影武者，核心天赋选野心，第二个核心天赋选内外兼修，或者是你也可以选神射手。神射手的话，第一个选狂风，第二个选一箭三雕。那如果是你用了狂风的话，它因为有投射物的加成嘛，你就把其中一个这个伤害把它换成疾风投射，因为它有投射物伤害也有投射物速度，所以这个加的比较多。那目前为止低配版差不多就是这样子。接下来我开始说一下高配版的建构。高配版的话，一样是选用这个长夜之石这个爪子，然后你一定要有瓦道这一条，无法造成凋零伤害，再搭配一个混沌深渊的手套。这一条无法造成凋零伤害，你不要找那个被瓦掉的齁。如果它那一条被瓦掉，会变成倒凋零持续时间哦，你不要选这一条。绝对不能选，不然这个 build 就不成立了。那最好是有瓦道最下面这一条，瓦道的话它会变成 20% 几率额外造成凋零。这样子搭配下来，我们可以拿大量的腐蚀扣抗哦，你造成每层凋零会扣敌人的腐蚀抗性。再来你的头盔要选这个法师助手的镜片，最好是瓦道这一条啦，就是施法速度增加减少同样作用于攻击速度这一条。那如果没有也没关系啦，瓦道这一条也可以。腰带的话是选用烈光腰带，因为主要是准备要去玩贫血，所以必须要有这一条护盾充能无法被打断，最好是有瓦道护盾充能这一条，就变成说你原本是护盾越多它充能越慢嘛，你瓦道之后会变成护盾越少充能越快，主要是补生存面啦。但是这一条比较贵一点，你口袋够深的话你再去买。那盾牌最主要的属性就是要有一个加一少尉的上限，这样的话你自身带一个少尉了嘛，盾牌再加一，然后天赋的哨兵也加一，这样就三个了。第四个的话，你要把这个盾化拿掉，改成多面护卫哦，这个再加一，那就等于四个了。一定要把盾化拿掉，高配版不能再放盾化了，因为这个盾化是会变成你无法造成凋零哦。这样子的话，你就不用开两组的幽刃阴灵了，因为我们之后要走贫血护盾。所以你就用一组就好了，其他的能量你就要去开一些其他的光环啊、护盾什么的。然后伤害要高一点的话，可以把它换成这个狂蟒，攻击速度会快一点。然后这一条的话，你可以用爆伤，或者是你可以用这个异常终结也可以。因为我们之后会去把天赋改成暗影术士，暗影术士的话，你核心天赋第一点选人眼，第二点选肮脏技巧，所以我们拿这个异常状态会有额外伤害。那这边又有一个细节就是。是
你要打出肮脏技巧的这个异常状态额外伤害的话，你就必须要去找像这一种攻击或法术附加元素点伤，火焰、冰冷、闪电，不然你会打不出那个肮脏技巧的额外异常伤害状态。然后如果可以的话，你这一些你只剩三个自制装备了吗？如果可以的话，尽量是都拿后缀，尽量都是拿抗性啦，然后如果有腐蚀抗就是最好，因为你这边再不拿的话，你的腐蚀抗会很低哦。鞋子的话就没有特别绑定，但是如果你要拿伤害，你就选这一个主案之心；如果你要拿生存，你就去选这个皇家鞋哦，它这一条可以让你在面对腐蚀伤害的时候比较轻松一点。那戒指的话也没有说一定要用混乱中渊这个戒指啊。那如果有的话，你就是去找这种灵动祝福啊、巨能祝福这个暴击暴伤，那有这一条是最好，因为腐蚀抗性我们实在是太低了，所以你就是拿这一条，如果有瓦道最好啦。那技能的话就是只用一串的幽灵阴灵，那刷图就是放高阶闪射，如果不是的话，你把它换成暴击伤害、异常终结都可以。然后一个多面护卫狂蟒，就比较要这个狂蟒，是因为我们想要它的攻击速度哦，你攻击速度快一点，你的这个扣腐蚀抗叠层会高一点。然后其他的都差不多。光环的话，我们要开一个自动防护，然后用这三个光环。那这个把它换成六连，就是差不多照这样子串哦。你要开这个元素抵抗，不然你的这个抗性会不够。然后召唤雷霆之灵，精准投射，这边一定要买精密的，因为它有额外投射物。然后多则能成节流，这个级数的话，你的那个技能等级不要拉太高，不然你的魔力会不够用。再来这个暴击释放，你就是串聚焦跟一个邪恶侵蚀，然后这个光环也是腐蚀征服，一定要买精密的，这个都很便宜啊。再来说到这一支神板的部分，一样，如果你拿势如破竹，或者是拿扭曲信仰都可以。然后比较重要的词是像这一种，因为我们已经是玩低血了，压血流，所以你就是选这一条加很多攻速，然后再去找这一个造成凋零会加腐蚀伤害的。然后这一条也是，这一条可以拿很多个哦，就是额外10%，这一条还蛮加成蛮多的。然后其他的话，就像这种额外8%，额外8%这个也可以。如果可以的话，你也可以找这一种，这个就是如果你要触发肮脏技巧的话，这三条就可以了。你再去另外找一个那个创伤几率的，这样子你就全部都拿得到了。然后可以的话，你也去找这个击败敌人时几率获得祝福的这个，这一条也蛮好的哦。你在打怪的时候可以一直拿到这个祝福，然后一定要有一个这个触发技能负40%魔力封印，这样子的话，你的这一些技能才开得起来，不然的话你的这个魔力会不够。然后一个技能，我们就把它补血技能把它换成强制启动，然后放耗能转化跟一鼓作气。放耗能转化是因为有时候你的那个魔力会不够啦，那如果在危险的时候你还魔力不够的话，就蛮尴尬的，所以用这一条就是确保说我们在按这个强制启动的时候一定按得出来。其他这三个就是跟之前的低配的版本是一样的。再来，如果你有钱一点的话，你可以去买，拿像这一种的哦，一条卑劣，一条势如破竹，但是这个通常都比较贵一点。拿卑劣是因为它的这个暴击造成的异常状态持续时间会加倍，这个异常状态加倍，我们的凋零就会上的比较多，哦，扣腐蚀抗性也会扣的比较多。那这一支高配版本的细节差不多就这样了，可能有一些我还没有讲到的，这一集影片太多了，我有点讲不完。如果有忘了讲的话，我之后再在影片下面补充，或者是你在下面留言帮我补充一下。那这一支目前打下来的话，我打木桩的伤害是可以打到差不多70-80亿啦。那刷图的伤害我差不多都用在30多亿、40多亿，就蛮够打了。但是打克巴还是蛮容易死的，主要是因为腐蚀抗性比较难撑啦。
碰到一些地板伤害或者是那些监视者的伤害，就是几乎就是一下就死掉了。但刷图速度是蛮快的，因为我们移动速度很快。哦，你看这样在跑，移动速度超快的，所以这一支玩起来还不错啦。但是就是投入回报不是很好，是不太推荐你们玩啦。如果你们真的火出火没有地方花的话，玩玩看还是 OK 啦。好，那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这里啦，我们下次影片再见，谢谢大家，大家拜拜。为什么还不战斗？我们是来摸鱼的吗？喵，好痛。那么冒险继续。What you gonna do for it? How you gonna move for it? What you gonna be? And do you believe we can do anything? What you gonna do for it? How you gonna move for it? What you gonna be? For how you gonna move for what you gonna be, and do you believe?